大家好，我是胡夫奇胜，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 World Toys 的吞噬天地周边产品。那我当时在网络上看到预购的时候呢，就毫不犹豫的三个全部都下单了。那当时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啊，说这个怎么没有赵云啊、魏延啊这些啊，大家可能以为它是吞噬天地二代的周边。那因为这个游戏实在是太红了，当然也有人马上啊就在下面补充到说，哎呀有刘备啊，所以这个应该是街机的一代。那其实这些也都并不正确，正确来说它是直接跟集英社啊，也就是原来的漫画作者本宫弘之那边去购买到版权的，所以说这一套产品它直接是使用了原著漫画吞噬天地里头的设定啊。收到的时候呢，我有两点惊喜了啊。第一个是它使用的是有一个盒子，而且是非常完整的盒子，里面有一个背景板。这个比起我前一套给大家分享的那个上位密令的只有吊卡来讲，已经好上非常的多。那我们直接来看到玩具的部分啊，现在看到他们的老大啊，刘备玄德，他的有附带一个替换的头雕，我直接放在旁边，感觉好像斩首了一样。这个替换的脸的话呢，是一个张开嘴巴的一个怒吼的状态，相较于原本的面孔来讲的话，张开嘴巴这个可能会再生动一些。其实人物的头雕呢，我觉得就是肤色太过于蜡黄了，有点像这个，就是比较像是雕像一类的东西。我说的雕像是那种木雕像啊，并不是很好看啊，但是也不至于说太差了。而刘备身上的这个细节刻画，应该是三兄弟里头呢最多最好，因为他是有唯一有甲胄的。那么他的一个替换部件的话呢，首先还有一把武器，这个武器的话呢是不能够拔出来的，另外则是一个已经抽出来的样子。那我们的话呢，因为它有两个替换的手型都是可以握武器啊，所以我就直接的呢把它给握成这样。它的另外一个替换部件的话呢是一个张开的手掌，而它的替换部件呢全部都是在右手啊，左手的话呢永远就只有这一个手掌。头部的可动的话呢会受限到它的这个垂下来的这个甲胄啊，会有一点点的限制的啊。后面的披风的话呢是硬的啊，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坐在披风上面啊，做这个隐形椅子的一个坐的一个姿态。上面的这个甲胄单独有一个球形关节，手臂的360度的转动啊是没有问题的。手肘的话呢，由于这里有衣服的造型，顶多也就转到这样的，连90度都不到啊。那拳头的可以转动啊，当然没有问题。腰身的话呢，下半身这里可以转动，胸部这里也可以动，所以它可以再做一个稍微扩胸一点的一个造型。而它的这个甲胄两侧的裙甲，这跟大腿的部分呢有一个根部的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它也可以动一下。而我手上的这一款呢，这个外摆内收的这个关节的话呢比较容易去掉，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怎么样。而前面的这一块布的话呢，它根部有一个球形关节在里头，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呢它的这一块部件单独可以转啊，所以你可以稍微切换一下造型，膝盖可以弯大概90度不到吧，都是造型的一个限制啊。刘备的话因为前肘以甲胄吧，所以它的造型的可动上面确实是受到一些的影响。这种古代的武将风格的玩具其实我并不多啊。那如果对比之前的那一款名将的这个人偶的话呢，这一次一样是所谓 3.75， 但是为什么感觉身高小了很多啊，这是黄种人跟白种人之间的差别嘛啊。不过我要说啊，这一次的吞噬天地的这三个人物的身上关节的紧实度啊，要比名将这一波的话呢要好上非常的多啊。名将这一款的四个玩具呢关节松紧度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再来就是我二弟天下无敌关羽，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合会。为什么他骑着两匹马？这在原著漫画里头呢，就是他在泗水关前斩华雄的时候，因为他说自己的体重太重了，他必须一次骑两匹马才能够拖得动他啊。那所以说这个峰会也是选的不错了啊。那大家还会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关羽的话，为什么他头上的头巾跟身上的披风是黄色？如果你是看游戏的话呢，它都是白色的。那为什么是黄色呢？因为在原著的漫画里头，它这里确实也有，我觉得它有写到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啊。在漫画里头的关羽一开始是属于太平岛，也就是黄金党的成员啊。确实啊，在原著漫画里头的话呢，他一开始就是黄金党。虽然说当时的漫画是黑白，但是他有一段台词，就是说因为他头上戴着黄金，所以被官兵所追杀。
那这一款的玩具的话呢，它附带的武器呢是一把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的身长的话呢高过于关羽本身。如果你要把这个武器拿取的话呢，先把这个刀给拿下来，然后呢再穿过这个手上的这个洞啊，把它给安装上去啊。当然我相信啊，很多人拿到这个关羽的玩偶的时候呢，一定会忍不住呢给他做出一个吞噬力二代的飞踢的动作啊。那他的一个头部的另外一张脸的话，则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慈祥的脸孔吧，至少他没有生气的样子。那替换的话呢，我可以直接给各位做一个这里做一个展示。他的这个替换的话呢，感觉吧啊，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少换，因为他这个拔除这个头部的话呢，并不是说非常的容易啊，并不是非常容易。哎，这个拔头的时候呢，连侧边的这个衣服一起掉下来。他这个设计就是跟刘备的那个。裙甲是一样，就是根部有个球形关节。那这个替换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脖子很长，因为呢它的这个迁就到它的一个胡子的造型啊，所以把这个头做的比较大一点点。好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替换之后的一个形象。那各位看到它身上这个衣服，其实它的这个摸起来的触感还相当不错，而且反光起来非常的好看。头部的话呢，上下左右转动没有问题。这胡子的话呢，还是有做出一些空间，让我们转它的头部的。后面的头巾是一个软胶部件，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由于这个人物做的比较粗壮一点，所以他身上的关节什么的呢，啊，会比刘备那一款的话呢，感觉在更加的强壮，把玩起来也比较放心一些些。那至于脚的话呢，这个侧踢的话呢，这个地方打开的这个关节是比较偏紧的，各位自己留意一下。那这里的话呢，一样是有一个根部的球形关节可以转动，那也有一个接地。虽然说是号称超可动了啊，但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造型上面会有一些的一个限制。但是对我来说吧啊，这个把玩起来的乐趣还是相当不错的。看到张飞，他是这一次里头配件最多，也是我个人最喜欢最推荐的一个啊。首先呢，他没有拿战八蛇矛，因为在原著漫画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拿过蛇矛，他的武器就是这一把长剑。而且这把长剑呢，在原著漫画里头呢，这个是刘备的老妈从家里头弯出来的啊，并不是一条咸鱼，是真正的尚方宝剑。然后呢，这个武器的刻画呢，比刘备本身的那一把武器呢，还要再更加的豪华啊。刚刚没提到，其实刘备的这个武器它是一个双股剑，你看到它这是两侧。我记得原著漫画里头，它应该是可以把它拔出来，会变成是双手两只单手剑的了啊。但是你看一下，这个张飞的武器明显比。我是说真正物理上的武器比刘备的还要豪华一点点。那它也一样有附带一个是属于没有拔出鞘的一个造型，那一样是可以握在手上。不过呢，张飞的这个武器的比较张飞的武器比较大，要穿过这个武器的时候，一样要先把这个部分给转下来，再能够穿过去啊。刘备那个武器比较小啊，好不好意思，我一直侮辱你，他直接穿过去就行了。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附带一把弓。这把弓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沃托伊斯这一次对张飞这么样的一个礼遇。他的武器呢，这个弓跟这个剑的话呢，是完整版的造型。我在猜，他这个弓的话呢，这一组弓啊，应该是真的要给我们玩的啦，只可惜它真的射的不是很远，而且这个你看拉一下它就稍微有点松啊，大家可能必须去再去调整一下。这个弓啊，你就做个样子就好，你摆到一旁去。它真正把玩的一个重点是这一套，它的有一个替换手掌在这个地方，它是有多一个凸跟一个凹，是要让你把这个弓啊能够握紧的。那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拉弦的这个手，以及另外一把剑，它这里有一个凸跟凹可以扣在这边。那我们直接就直接来做这个替换好了。这个是在原著漫画里头呢，在打虎牢关的之前的话呢，张飞自己呢动手做了一把这个超强力，而且一点都不科学，而且我估计正常人类是没有办法拉得动的这个弓。好，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换上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手臂一样装上。好。装上啊，在这里松脱掉了，再把它给扣上去。好，这边好，看到没有？这个瞬间就有一个拉弓的一个感觉就出来了，对吧？好，那我们还差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头给换掉，头也换一下了，换上这个比较战斗的一个表情。好，这个扣这个武器好像一直会掉啊，那我们就稍微的去转一个方向。这样拉一下，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
这个弓箭的这个箭支的部分给它扣上去。然后呢，这里的话呢，好，这样子把它给钉住。两腿的话呢，再做出一个比较富有战斗动作的感觉。好，如此一来就做出了一个拉弓射箭的动作。这个的话呢，就很有趣了。以可动人偶来说的话，啊，做出这个样子的一个创意，我自己觉得不错。那张飞的可动的话呢，应该也是里头呢，我觉得算是做到最好的，因为它的造型来说相对最佳的简单。啊，手臂上面呢，因为是没有衣服嘛，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手臂完整的一个状态。胸口的话，这里可以上下动，腰身的话呢也可以动，但是这腰身感觉比较紧。那一样啊，这两侧的部件呢是类似于裙甲一样的，根部有这个球形关节，脚前后踢啊都没有问题。这个算是造型的关系吧，啊，所以造就出它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品质，加上配件啊，什么都是最多的啊，所以我个人的话吧，如果说这三兄弟你只能挑一个买的话呢，我个人是毫无疑问呢，是最推荐张飞的。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的话呢，我直接下个小结论吧。其实它的入手的价格跟我上一套买的名将的每一款单价都是一样的，可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一次的吞噬天地要比名将那一款那一组都要好上非常的多，配件也比较多，那人物的造型在关节上面也都比较扎实，因为它人物做的比较壮，虽然身高没有比较高了啊。那盒子啊，还有一些周边的小配件，还有这个背景卡什么的，我觉得都还是相对比较有诚意的，当然就是相对了啊。那这个价格其实也，我也不知道一个这样子的数值，750块钱台币一个，到底这划不划算，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就当作是给我的一个童年时代买一个情怀吧啊，我的童年还真的是不便宜，对不对？那么这个可能有人会去上一集的 War Toys 的这个玩具做完之后，很多人就去骂这个玩具公司怎么样，有的没有的啊。那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当然这是题外话，跟玩具本身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不太会去骂玩具公司怎么样，除了孩之宝之外啊。就是说，因为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可能会说这个玩具很贵，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不划算，但是我是冲着这个玩具本身来谈，我不太会去讲说去波及到玩具公司怎么，因为每一家玩具公司他们背后有他们的辛酸，或许有他们有的考量，有的没有的。那你去跟一个日本的出版社或者是一个电玩公司去买他们的 license 买版权，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或许人家真的有非常昂贵的版权支出也说不一定。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也会想啊，至少人家去争取，人家去做了，那要卖贵或便宜，反正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玩具公司会去承担这个后果。那有一句话叫做，有些东西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啊。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至少它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的管道啊。这个价格高低，这个是每个人能力不一样，但是它至少啊不会出现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状况啊。好吧，那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感想了啊，大家就听听聊聊啊，大家放松一下。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